六句慢板当中，头两句是江阳者，后四句是言前者，所以他在这个唱段里头，所有他的这个上派的特点发挥的比较突出。这个唱词呢是：我主爷金沙滩早把命丧，文和武福哀家执掌军防，奴听随忙挂点亲率官员，这就言前了。一心心要夺取宋氏江山，叫方儿忙摆驾银安宝殿，阅兵书看何人来把驾餐。下面我们来交唱这段慢板，现在开始。我只一金沙滩早把命丧，突出体现他这个呀，他封这个腔儿。你看他一开始都有这哇，这劲头必须摆上突出出来，因为他这个特点，他不是像一般的，他这个节奏啊，他这呀的劲头，劲头也非常的明显。刚才这就是呀的劲头不够，知道吧？再来这句。抽气，金沙滩，听到这儿，别把这气口抽一口气，它比较这后头那个这个劲头啊，这个比较充足一些。再来，预备提金沙，预备起。你说他一滑音，早这音一定让它上去，这音现在是弱着呢，没达到那个，紧接着往上滑，来这里。顿的不干脆不利落，这节奏它就不突出了，是吧？早把儿那个儿龙命一昂昂那个昂昂都给它顿住了。我去
这一段呢有几个地方，因为它这个突出点呢，上边突然你看这个顿的地方一定要给它顿住，该滑音的时候一下就滑上去，它是不是挺的什么的。所以你们唱这个段当中有几个，你像这个我主爷金沙滩，早字不要拖音，早一下，早啊啊啊啊，一下就上去，别早啊啊啊，这差一个半音节，知道吗？这一下得达到那个高的那个音节上去，早啊啊啊啊吧，当然了，这个后头那点有几个压的地方，也是说的不好。民音沙啊啊，听见啊啊啊，里根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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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下面再接唱那个第二句，第二句的一定要听的时候要注意，听它一个是气口哪儿断，它这节奏，你看有的地方它搬下来，那这一定要注意听一下，啊，第二句。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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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刚才有些地方的，一个是节奏，再一个是该压的地方都是没压上去，对吧？还有一个是那滑音，你看、啊、这句“万花楼儿五儿楼的福爱家”。所以刚才这节奏不好，摆的。这再一个就是那个文和武的时候，那个武字一定给它咬住，这字。万花五，别这嘴里没劲。万花五，没劲，把一定五字咬住了，福字也是福，都给它自头自尾，来这，嘴里让它有劲，给它咬住这个，再来这个反击。顿的地方，这因为你有，不然的话你一个节奏听起来吧，你刚才你们唱的是一个节奏，哪点地方快慢分不清了，因为他这爱情啊这什么节奏啊，这是什么节奏啊啊啊啊啊啊啊，这是快的了啊啊啊啊啊，又沉下来了节奏不一样，刚才你们唱那个顿的地方得有一点了，但是节奏摆平均了，它这个特色就反不出来了，它有的地方就是快，有的地方就是往下翻，知道吗？有的地方推上去，再来一句这个，我带着你们一块唱，好吧？
头，知道吧？这进头一定要那什么，这点地方，还有那个后头那个断音断得不干净。听见？听见没有？断干净了。啊，金发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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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后边那不好，头了还可以，这官员拉着腔那个就在这儿就不好了，这个一个是节奏啊，一个是那个弯上去的音啊，这地方都是存在一些的。你看官员啊，冷冷冷啊啊，就主要这点地方，那个，重再来一下这。
拉弦完了，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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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后他那段也是，因为他这个特点的地方，就你看那刚才这和拉长弦这地方，他是非常从哪儿开始，这个气息在什么地方？因为那个三二二二的
忙拜家啊大儿里儿里儿喽儿里儿喽阴暗宝地从底下滴就搁在这儿了噔噔噔噔噔咦有力量了，是吧？刚才这地方就是，这点地方不是那么太好，唱的，一个是这个气息，一个是节奏。你看那地方是快的，不行那是慢的，唱慢了就没力量了。阴暗宝殿就完了，阴暗宝就搁在这儿了，殿，这多快啊这个！嗯，缠出咒了，知道吗？再来这句。唱一遍，但是那些特点呢？刚才咱们唱的当中，就一定掌握这个。一个是该压，你看要有很多地方压的突出的压的地方，那就把这压上劲，这要压上劲，压不上劲等于没压。该这个顿住的时候，一定把这音给它顿住，不要拖音，知道吧？这是一个。该这个关上挑音的时候，拔干拔，一下就上去。不要让它慢慢滑音是柔的，知道吧？所以像这个四个字一定把它突出的在唱腔当中反映出来。你看刚咱们说的有些地方就是在这些的末一句也是，是吧？翻一下阴暗炮，这第三句点，你看它一下把给蹲住，该往上拔这都属于压劲，都给它压上劲，该拔给拔上去，听懂吗？再从头咱们再来它一遍啊。
头底下。好，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就先学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